27年没有菜单，也没有菜价。我开了多长时间，我站了多长时间，一年365天，我355天就在芦洲上面。大家好，我是关哥，今天我们去吃大武汉最火爆的苍蝇馆子。听说这个馆子的老板是从保姆改行过来的，结果这家店一开就火了，一火就火了20多年。厨房了，这应该算厨房了，看得很黑很脏。你是第一次来他们家是吧？那我是第一次。然后你看到他们家厨房的话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这家味道很好。厨房无所谓吗？还好吧，厨房还好。要吃环境，在这来吃了。这个消费不高吧？应该他这个。那肯定100多块钱。100多块钱。他这个店只有一二三四五，只有外边摆了6张桌子。这个厨房实际上是一个长条啊。就是在棚子旁边搭了一个棚子。文宇，你主要在这点餐的是吧？是。哦，一天现在能做多少桌？一天最多的时候啊？老板娘说100多桌最多的时候。差不多是吧？很每天都很忙是吧？都很忙。对，生意太好是吧？人家我们上班有炒菜，我们炒完菜就直接下班。炒完菜直接下班。中红没有休息的。菠菜都是半成品的，切好腌制好的。现在还有鱼子卖是吧？鱼子豆腐拉包。好，鱼子豆腐。老板娘，我看我们的菜品种好多呀。是的。大概多少个品种呢？每一个菜它都可以炒好多种。比如说一个红烧肉，一个红烧肉它都可以炒好多种。20多年就重复的这些菜。哦，重复的这些菜，也没换过什么。有时候会加一点时令菜。哦。虾球一大盆。其实把每一个菜做好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我觉得。所以比较重复的，总的比较精彩。他这里没有菜单，你会不会担心收价收贵了？好像还没有。真还没有。是咱们是多少年没菜单的？从一开始都没菜单，从94年到现在，27年没有菜单，也没有菜价。没菜价，没菜单，没菜价。对。一个人过来吃啊？一个人都想吃。那你是怎么？你是专门过来的？从汉口那边到后湖。后湖过来啊？30公里吧。从后湖过来。
我要跟今天下午来的客人说一个对不起，因为今天下午我有事出去了，我不在这里，所以没吃到我炒的菜，就是包括我的员工嘛，他也没有做，实在对不起。希望下午来的时候，我也给你打个大大的折扣，要么就是我送他一个菜来。我妈是现在没事，就在这儿给我放松。阿姨，你多大年纪了呀？啊？多大年纪了？80岁。80了。哇，这个菜上了。啊，身体都还好，平时吧？哎，还好。那挺好呀，就是。那您现在有没有想到你女儿的福啊？肚子小女儿。她肚子没产过，几个闺女都没产过，哪时候没钱？叫儿子都产过了，她不叫姑娘产的，儿子不是姑娘。我开这店是94年10月22号。哦，记这么清楚。然后之前我听说，好像你之前不是做这行业的是吧？跟我姐家带孩子。哦。当保姆。94年到现在的话，多少年了？27年。生意最好的一天能做多少桌呀？我算过一回，有一天做的最高能做到132桌。人均消费高不高呀？啊？人均消费，消费高不高？人均消费正常的，差不多60至80。大姐平时谁炒菜呀？我炒菜，基本就是我炒菜。就是你是占主力是吧？哎，算是吧。那时候脑子一热，自己开店嘛，一开就自己炒。对，一开始就是我炒，就一直炒到现在。你我在炉子，我开了多长时间，我就站了多长时间。一年365天，我355天就在炉子上，衣服全部汗得透湿。你看这就是厨师的这你看看这有的那么伤疤。对。这有时候不注意没办法的，这夏天的随便一。他最远的客人从哪里来呀？武汉、深圳的都有，还有好多外地到武汉来出差的。前一些时客人在这里吃饭，突然遇到下雨了，他自己带的棚子自己搭建，晚上也就这坐在外面，这还是晚上还不是白天。对，你做这么多年，肯定是也有这很大的一批这个追随者，是不是？才造成这么多生意，是吧？